到1000块，没有人要租。公寓一层六间套房降到150万，没有人要买。然后这个透天298万，慎防强烈摇晃。卖多久？气象局地震速报，千万投资大学生。当然以前是稳赚不赔，而现在有很多大学城附近，坦白说蛮危险。慎防强烈摇晃。那很多人会问说，那除了青苹果专是亚太啊，亚太创意学院之外，还有哪些？我跟大家讲，有六间学校被列为辅导对象。嗯，如果附近有套房，可能真的要靠一辈子。笔记先拿出来，请大同技术学院、高院、中州、明道、环球跟首府这六间哦，招生有